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的兰花有虫子，我就把它处理好。这是小，这是小。如果有蚊香就最好。这个是杯子，如果最好用蚊香的，最好用蚊香。这怎样？把它放在这里来。我用这个盒子。如果不用这个也行，可是这个很容易把它压着烧伤。就这样。我就这个把它放进去。我是用垃圾台，用这个桶也行。用桶也行，以后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样，这样我等一个晚上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，用这个也行，这个也放进去，把它盖起来。